大家好，我是史乃利。大家好，我是 Robert 李立元。欢迎收看园艺达人的节目。谢谢。喜欢园艺的朋友，请给我们按订阅，按小铃铛，你会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视频。谢谢。是的。记不记得我们台湾吃的那个白白的？不记得。像笋一样的，那叫。叫做什么表白笋，对不对？好贵哦，贵的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这里也不便宜，美国现在也有生产这个茭白，哎，但是哈，嗯，我觉得在自己也可以种吗？可以种哦。现在有很多朋友在种茭白，哎，但是就是要有方法，种茭白不难。嗯，不是说多困难，嗯啊，比种释迦要简单多了，简单多了哈，哎，但是。这里面有几个种茭白的窍门，嗯，你可得拿捏住了。好，对，那我们今天请 Robert 来给我们讲讲茭白笋来怎么种。好，那，嗯，这个茭白呢，又叫做在台湾有些地方叫它叫做美人腿。哎呦，白白嫩嫩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好，白白嫩嫩，又雪白的，又它在这。土里面啊，在泥长长长长的，哎，所以形容的蛮美妙的，嗯，啊，美人腿，嗯，雪白的茎，非常的可爱。嗯，它其实这个茭白是可以长到将近2公尺，哎，好像甘蔗你走，但是它底下是烂泥巴，烂泥巴带水。嗯，可是它可以长到2公尺，远远看去还以为是甘蔗田。甘蔗了，对对 对, 对。其实不是，乃力，哎，它就是种在这个湿的，嗯，有水不是也不是很深。水大概差不多10公分左右，10公分的水，嗯，对，但是水质哦非常好啊，嗯，哎，一般的稻田要很有营养，就是很有营养，嗯，一般的稻田有的时候改变成种茭白，哦，对，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看啊，这个是我们一个好朋友，哎，那么他忍心割爱，嗯，送我们一颗茭白，哦，这是小苗。他家里的小那个茭白呢，种在那个圆的桶子里，都差不多将近2公尺了，长了一排哦，长了一排，嗯，哎，对，哇，那真过瘾，那吃起来好，那炒起来真好吃，嗯，哎呦，这他又想吃了，哇，这太好了啊，嗯，但是这个茭白呢，它需要光线，它要太阳，哦，嗯，它喜欢温暖，嗯，你可以种在那个浅水的泥塘中，嗯，或者就是用桶子，嗯，啊，里面。其实这一个圆筒子啊，你里面只要插一个苗，让它好好的长。它如果长得成熟变大的时候，我跟各位报告，一个里面可以分10到20个新芽。哦，嗯，10到20个新芽啊，哎，像你看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新芽。它这个是它其实它这个上面还没有长得很大耶。哎，它要长得很大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新芽你看。看到没有，新芽枯枝要不要剪一剪呢？哎，枯枝要剪一剪，来，哦，给你剪。你剪我，我只动嘴不动手。哎呦，还好我是既动手又动嘴，哎，啊，不然怎么办？啊，好，我们把它稍微修一下啊。哎，这枯枝是要把它修一下的，枯枝要修一下，剪掉的啊。好，保持它这个树，这个不要得病嘛啊。嗯，好。你看啊，其实这个茭白它主要就是这两个是它的大颗，它旁边已经发出一大堆的小芽来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底下还没有形成茭白哦，乃力，它还没有形成美人腿哦，它一定要长粗，长得很粗。现在是萝卜腿，对，现在是短短粗粗的，还没长好。现在是模特儿的腿，对，细的不得了。嗯，好。它会长大，长了一大了以后，接触光线，然后水里面的营养，它就变厚。这个就变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会变得好厚，变得好厚，它底下的茎啊，茎也顺着也是长得很厚。光合作用加上泥土的营养，它就往上长，往上长，这个往上长。但是它的那个里面那个白的肉啊，嗯，啊，雪白的那个哪里？它雪白的那个茎，它不会长到上面来。它有个对，它有个距离，哦，它会上来一点点，但是不是说是跟着它一起往上走，但它主要是在底下那个茎，它就变得肥胖，又变得很粗，那个时候就是可以食用啊，哎，差不多，到了冬季哦，到了天气凉的时候，它这个叶子会枯掉哦，它是怕冷的，如果说很冷的时候。那我想我们南加州这个地方呢，有到差不多5-6度，
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就是摄氏了。啊。那华氏也差不多在30多度左右。对， 对， 对。其实天气慢慢冷，这个就叶子啊，大枝大颗的叶子，它也就枯黄了。可是不影响它的根嘛，哈、哦，不会影响。不是，那个时候就收成了。我们看着它长、哦、长到枯黄的底下也长成长到某个程度，它就我们叫收成了。嗯，收成了以后，也许上面这些苗、这些叶子都会冻枯黄、嗯，没关系，它根在底下，它根不会死。嗯、你知道有些荷花跟莲花叶子没有了，它根在底下，它到了明年差不多4月的时候，一下子全部冒出来。对，我看过很多荷花、莲花种荷塘里面那个莲花的荷花。到了差不多夏天一过，它叶子就开始枯黄。收回来，不是讲茭白笋吗？我是想说，这个叶子就是会枯黄。嗯，枯黄以后没关系，它底下的茎，它底下的茎还是藏在泥巴里面的，它不会死掉的。哦，除非下雪啊，那另当别论。一般的话，它在底下还是会长得很好。哦，你到了明年，该吃的你吃掉，剩下的底下有茎，继续种。它不要种了，它自己就冒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茭白啊是怎么样来发展的？你一个盆子，如果说你要种的好了，这个盆子马上就满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把它分像切豆腐一样的切开，切开以后就是再换到别的盆子。这个盆，如果你用桶子种，用盆子种，绝对不能让它在里面挤压。它在里面挤压以后，我告诉各位，它那底下的茎，跟底下泥巴里面的茎。跟上面长的都受到很大的限制，长不好的，一定要给它一个非常好的空间。OK， 哎，分盆也是很简单，那个水分要保持的。对，水一定要保持。不过有的时候到冬天啊，有的时候他们就把水放掉，就不要有水，因为天气冷。天气冷，水有的时候对，奶奶你说对，它太冷以后，它反而对这个泥巴底下的淤泥不好，就是把它放掉，不要。保持水一点点，保持潮湿，保持潮湿而不要有水，好就好了，就过冬了。哇，所以说还蛮好种的，好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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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种，这个里面有个虫哎，这里有个虫，哎呀，你看这个虫，里面睡得高兴的，哎呀，这个虫，啊，这个虫，它把这个地方叶子吃了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是个虫。哎，可以讲，可以拍这里哦，这里面还会长虫啊？会长虫，任何的植物。它因为这个叶子，我相信它有甜度，所以这个虫呢就把这叶子，你看这个叶子就被这虫吃嘛，对不对？吃了以后，它这个其实它这个虫已经要做蛹了，它现在已经不会动了，已经不，它要慢慢孵化变成蝴蝶了，变成蝴蝶了，看吧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哎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不要，吓死了！我再把它塞回去。啊，不要嘛！哎，放回去干嘛？让它继续吃。让它变蝴蝶，让它变蝴蝶。哎，让它变蝴蝶，好，好，这样就好了，它变蝴蝶。这是一个意外的插曲。对，我没有想到，我还能看到这边有个虫。对，这个叶子都是被这个虫，你看这叶子都是被它吃的啊，这被它吃的，这个叶子一定有甜度，吃了以后再找一个凹凹的地方，然后吐丝，你看吐丝，然后就这边做茧了以后就成蛹，蛹大概会变成蝴蝶就飞走，飞走了，对，再然后再去。飞到这别的地方，再去生蛋，来结蛋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哦。试试看，那茭白笋既然这么好种，对对，又那么好吃，又那么好吃，对，又那么好玩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玩泥巴的话，种茭白笋特别有意思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大家来试试看哦。是是是，好，谢谢你的收看，谢谢你的收看，给我们按赞，请给我们按赞，谢谢。